我是刚刚一年就到了112年3月31号七堵站，然后看下去，22:02，手牌是我的，我的那个7035次获利哦，在明日细颈获利，今天是客车编组，在七堵站。堵在停靠，明日系观光专列，1281次9141次全的电话在叫修外线，新竹的阴绿色，为啥上面9141次全呢？慢慢感动的吧，六级，是1408。1239/1405/R108，三颗电头，一个单彩电头，啊，两个，一个原装电头，啊，两个明日号电头，双明日号，一个单彩电头，7035次。还蛮感动的，因为我好久没拍这种获利了，7035次获利，来到树，虽然不知道被五次卡掉。我的1814走14来台北站。先行驶零，好，对，无事先行驶。这个组合真的太赞。后端升空，好了，我在七堵站拍摄哦，还蛮感动的。7035次获利，在七堵站很好。啊，1281次先行开车，两个字再见，拜拜。